我们的心愿，心愿再一次约会，让繁荣见证，让岁月体会，我们是否无怨无悔。阳光路上，相见。
Thank you.
前有一段话送给在座的每一位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数万计的归国华侨来到香港，这是我们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大家为了找下生计，放下行装就开始找工作，码头、建筑工地、工厂，到处都有华侨的身影。后来渐渐地在专业职场、商场崭露头角，可以说香港的东方之珠的璀璨，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发出的光与热。下面由 K-IN 乐组为大家演唱一首《东方之珠》，献给每一位，请大家欣赏。